This program is our Chinese eMagazines here at the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My name is Librarian Alan. I will be presenting this today in Chines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好，歡迎大家嚟今日嘅電子中文雜誌嘅演講。咁我哋就依度就係舊金山公立圖書館。咁我就係 Alan 圖書館管理人員。咁我哋今日同你講解我哋三藩市圖書館係點樣可以睇依啲中文雜誌嘅。好，那我歡迎大家來我們今天的電子中文雜誌。這裡就是舊金山公立圖書館。那我今天會跟你們介紹如何去運用我們圖書館的中文雜誌。好，好啦，依度再一次歡迎來臨。咁今日嘅課程程序，首先就我哋會講上課嘅提醒啦，然後就申請圖書證，點樣申請圖書證啦？然後我哋嘅 Kono 電子雜誌係我哋一個嘅系統，然後另一個就係龍源期刊網Chikan Dragon Source。然後再講解我哋科嘅星期週仲有咩活動啦，然後又到問答時間啦。好，那我们欢迎大家来今天的活动。那我们简单的讲解我们今天上课的程序。那我们先上课要提醒什么呢？然后怎么去申请图书证？然后我们图书馆里面有两个系统，就是一个就是 Kono 电子杂志，英文就叫 Kono Libraries。然后另外那个就是龙源期刊网，就是 Chikan Dragon Source。然后我们就讲解我们这个科技星期还有什么活动，然后就到问答时间。OK， 好，好了，那依家到上课要温馨提示一下，我哋喺上课前咧就准备要把麦克风静音，然后可以把影像关闭。然後準備你的圖書證和密碼，通常圖書證是四位密碼的。然後在課程期間就可以運用這個聊天箱，或者又叫提問箱，或者叫 chatbox CB 發問問題。然後到問答期間的時候就可以打開 microphone， 可以發問的了。OK， 那好，在這裡要温馨提醒一下，在我们在课前准备，我们先可以把我们麦克风静音，然后可以把那个影像关掉，然后要准备你的图书证跟你的密码，通常你的这个图书证的密码是四位数字。好，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课程期间的时候，你可以运用这个聊天箱，或是这个提问箱，或是这个CB 去发问问题，然后在我们这个问答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去发问。好，好，那如何去申请一个图书证呢？我们简单做一个讲解，然后去做一个示范，好不好？好，咁点样申请一个图书证呢？咁我哋就简单做一个讲解同一个示范，好啦。咁喺度我就去換一換我依個俾你睇另一個 screen， 另一個熒幕，等先啦。那我們去換一換另外一個熒幕，等一下哦。好，等一下。依度咧就係我哋依個三藩市圖書證圖書網嘅網頁，即係 SFPL 依度上邊可以睇到啦 ，sfpl.org。咁咧依個網頁通常都係英文嘅，咁我哋要变中文就要喺度上边，呢度见到啦 ，English 西班牙文中文，我哋揿呢个中文 ，OK， 好。那我们要申请图书证的时候，怎么去申请呢？你可以到这个网页，就是 sfpl.org 这里。然后呢，你这个网页都是英文，你要把它变成中文，你就按这边。好，这里是英文、西班牙文，然后这里是中文，你就按这个中文。这个网页就变中文了 ，OK？ 好，咁喺度咧，再如果变咗中文之后，点样去申请图书证咧？我哋去到呢边啦。
上面你見到有四個項目項項目項目呢度就有四個啦。書籍和媒體啦，研究工具、活動和展覽，然後支援與服務。好啦，咁就可以撳呢個資源與服務啦。咁呢度咧就可以撳呢個啦，呢個藍色第一個申請圖書證啦。好，那如何去找到要申請圖書證呢？我跟您說一說。好，這裡我們圖書編完中文之後，這邊有四個，對不對？這邊會有這個書籍和媒體，這是研究工具，然後這邊是活動和展覽，這邊就是資源與服務。我们就按这边，然后这边就会看到申请图书证，你就按这个就可以了。好，揿落去之后咧，就到一个中文嘅网页就话如何申请图书证。那就会到这边如何申请图书证。好啦，咁呢度就会讲一大啲资料啦。咁我哋就到呢、这个如果你哋唔方便入嚟咧，就可以做呢个网上申请啦。网上账户呢度，或者可以到。填呢個表格，填寫申請表格呢度又得。喺上網上申請獲如網上填寫後打印出嚟申請表格又得。好，那在這裡如何申請呢？你這邊會看到兩個地方可以去做，你可以申請一個網上帳戶，這邊下面這裡，或許你就在這裡填寫申請表格，在網上申請或在网上填写后打印出来申请也可以，所以这边呢度有两个选择俾你。如果你附近嘅分馆三藩市图书馆分馆开嘅话，你可以入去分馆入边去直接申请，可能会快啲嘅。如果你附近有一个图书馆分馆有开的话，你直接进去会比较快，因为他们当天会给你那张卡。好啦，咁呢度揿一揿去俾你哋睇一睇啊。好，撳一撳去呢度啦，呢度就會話網上圖書證申請表，呢度紅色就一定係不需填嘅，所以呢啲紅色啦，名你個名啊，個姓，住所地址、市名、州名、郵區、郵域區號、生日日期，好啦，那在這邊會變成這邊要填寫一些。东西就在这个网上图书证申请表，这边会有红色或者有一个星星，你这边都要填写 ，OK？ 就是你的名字、你的姓、你的住所地址、你的市名、州名、你的邮区、生日，这边都要填写之后，你就会得到一张图书证。咁咧，我哋讲第一个系 Kono Libraries，Kono Kono 电子杂志，英文就系叫 Kono Libraries。好，那我们讲在这边，回到这边，我们讲 Kono 电子杂志，英文就叫 Kono Libraries。好，那在这里，我这里先跟你说一说网页的 Kono Libraries 怎么去操作。好，这边，对，要先讲网页那边。好，那我们回去那边网页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是说我们要到我们的旧金山图书馆网页，对不对？就回去我们 sfpl.org。好了，翻翻我哋呢啲系三藩市图书馆嘅网页，sfpl.org。咁咧，我哋系先打咗之后就变英文嘅，咁我哋变翻中文呢度，咁中文呢度啦。好啦，咁变咗中文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喺度，呢度研究工具，咁呢个第二个。好啦，咁就去呢边，电子杂志和新闻。好，那这边编回去我们旧金山图书馆网页，我们就编回去中文，然后按这个研究工具，然后就按这个电子杂志和新闻。好，揿呢度啦。好，揿到呢度之后咧，就会开我哋呢个电子杂志啦。好啦，咁呢度咧就系所有图书馆，三藩市图书馆有嘅电子杂志和电子新闻。咁上面呢幾個都係英文雜誌、英文雜誌新聞嘅，咁我哋就唔睇呢啲啦。我哋就下邊我哋講依下邊依兩個啦。好啦，那這裡上面有一堆都是英文的新聞跟雜誌，我們先不講這些，我們回到我們去下面這邊，我們今天講這兩個 Kono 跟期刊，我們講這兩個 OK。好，咁我哋先講嘅依個第一個 Kono， 好 Kono Digital， 依度就係、是。
超過200本中文繁體字和日文全彩色電子雜誌，可通過電腦、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閱覽。好，那在這裡我們就按這個 corner， 因為這個說它有超過200本中文繁體字和日文全彩電子雜誌，可通過電腦、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閱覽。好，我哋就咁呢度啦。好啦，咁就呢度吓，就会接边我哋呢个嘅 Kono 嘅杂志网页啦。咁呢度又系变英文，咁我哋变翻中文先 ，OK？ 好，那我们按完这里的话，它会到我们这个 Kono 的图书馆网页，但它是会变成英文，又变回去英文，我们把它变回去中文 ，OK？那我们在这边，你看到这边对不对？这个角落，这个角落我们就把它弄成中文，你就可以选繁体中文，或简体中文，或日文，或韩国语，看你要读哪一个语言。好，咁喺度依度依个地球咧，你就见而家系英文嘅，我哋可以变翻系中文，你随你拣繁体字。簡體字日文或者韓文又得嘅。好，我哋撳呢度，我哋撳繁體字先啦。好，那我們變回去，那我們把這個變去繁體字之後，你就會看到這邊有很多雜誌，對不對？好，這邊都是日文雜誌啊，然後這邊是香港專區，這邊都是香港出的雜誌，然後就會有女性時尚，然後有男性時尚，然後有旅遊美食，對不對？这边有汽车专区、科技科学，好啦，咁呢度就好多杂志可以睇嘅，好多已经分类就系俾你哋嘅。呢啲系热门杂志啊，即系通常好多人去睇阅览嘅。然后就呢度香港专区啦，呢度香港出嗰啲杂志。然后呢度就系女性时尚，呢度就系男性时尚，呢度就系美食旅游美食。然后再落去一下汽车专区。科技科学呢度都好多嘅呢度啊！如果你唔咁样揿咧，唔咁样话浏览落去咧，我哋就可以揿呢边上面呢三个啦。嗱，呢边就马华文馆，华文馆就首先呢啲全部啲分类系咁样列出嚟嘅。日文馆呢度一样嘅，呢度就国际馆，国际馆系所有韩文同埋瑞典文。瑞典專區啦，依度就下載 A P P 啦，咁 A P P 係用手機或者智能平板電腦睇嘅。好，那我們這邊可以用我們這個華語的，你就看這邊可以把它列出來，對不對？這邊都會寫我們這個華語的資料，對不對？然後這邊你可以選你要讀什麼類別的雜誌，然後這邊呢就會變成我們日文的雜誌。你要看什么日文杂志，你就可以选这些。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国际馆，对不对？那国际馆这边有一些韩文啊，或是瑞典区的杂志。然后这边就是下载我们这个 APP， 在你们的手机或你在的那个手板电脑都可以看。好啦，咁我哋喺度揿先，揿呢度要揿登入，呢度揿登入，我再注册你嘅你嘅圖書證號碼啊，依個就我嘅圖書證號碼啦。咁我就先撳我圖書證號碼已經喺度，我就先撳確定。好啦，確定之後咧就入咗我哋依度啦。依度就係咁就可以睇可以借書啦。好，那我再做一次給你們做，好不好？好，這裡就是要先按登入。好，登入你可能第一次你要去先做註冊，因為但是我這邊已經註冊了。好，那這裡之後你就按這個確定。他会把你登入我们这个 Kono 电子杂志的网页。好，咁喺度入咗之后咧，我哋就譬如啦，我哋要睇一个旅游杂志啦。落到下边呢度先，好唔好？我哋睇一个什么？新假期，我哋揿呢个啦。新假期，好啦，揿呢个新假期啦。咁呢个新假期嗱，呢个就系。最新的是2021年春節號这个第1113期，譬如我就按它了，这个变成手指就可以按它了，看不看到，那就去开这个网页了，
咁開咗呢個網頁咧，就好似睇一本雜誌、一版雜誌一樣噶啦。嗱，就撳呢邊，依個箭嘴就去呢邊，可以開依本書啦，開依本雜誌啦。嗱，咁就睇依本雜誌喺度，你咁就可以睇啦。嗱，講依個啦，講依個去旅遊啦。咁譬如嗱，你想睇依個丁蓋前的慰日晚餐，丁蓋前的末日晚餐，咁就可以我哋嗱，如果呢啲字太细咧，你就可以放大一下嘅，放大一下喺度，放大一下去咗边度咧？哦，放大一下喺下边呢度啦，下边呢度，你可以揿呢个加字，放大镜，咁就放大一下啦，咁就可能方便啲你哋睇啦。如果唔系咧，就可以揿呢個放咗成頁就得，放咗成個你個電腦嘅屏幕又得，咁就會有大啲嘅。因為如果你唔放大啲，就可以見到上面呢度又可以見到嘅。好啦，好，那我們就跟你說一說這個咯。譬如說，好，我們按這個，對不對？回去這邊，我們再回去這邊再重新做一次。好，譬如說好，登錄之後呢，我要到這個網頁，對不對？好，我們就到這個，剛剛這個旅遊。好，这个新假期我们就按它。好，这个就是新假期2021春季号第1113期，我们就按它，就按变这个变成手指的话，你就可以按它，就会进去这个杂志。好了，那进去这个杂志之后，就跟我们看杂志一样，这个尖嘴就是开这个杂志，你就可以浏览喽。好，这边就可以往这边走。如果你看你要回去，也可以按这边，也可以。好，这边就到前面，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到这边的话，说这些字太小了，你看不懂，这看不到，有一点蒙，你就到下面这边，你就尖嘴往下这边，这个就会打开，然后你就按这个放大镜，你就按这个加，它就会变大，你就可以去，现在会比较清楚一下。不然的话，你不放大的话，你可以按这个，会把这个。这个杂志的整会放到你整个荧幕上面，就打开。好，现在就看不到上面那个刚刚那个我们那个我们用看电脑看网页的网址。好了，放小一点。好了，咁呢度就系我哋一个点样睇杂志啦。OK， 好了，咁我哋就翻去点样去做一个下載一個 APP 好唔好？好啦，咁呢度，譬如講，你可以喺呢度撳下載 APP， 咁咧，你就可以掃描呢個啦，掃描呢個啦。如果你唔掃描呢個，你就可以到啦。呢個就可以到呢個App Store， 即係蘋果手機、蘋果或者係蘋果 iPad、iPhone 啦，就用呢個 App Store 啦。APP 店入邊去下載啦。如果你係用 Android 嘅話，即係三星啊。如果是 LG 啊嗰啲電話咧，就用 Android， 咁就用 Google Play Store 去下載啦。咁呢個又得。好啦，咁我就因為我依度冇電話，所以俾唔到你睇，不過我用一個用頭先個 PPT 俾你哋睇。OK， 好。那譬如說你要下載這個 APP， 你要用的話，你可以這邊可以掃描一下，它會帶你去那個地方去下載。如果你是用蘋果系統的東西，比如說那個 iPhone 啊，或是 iPad 啊，你就會到那個 APP 店裡面。如果你是用 Android 的話，就是比如三星啊、LG 啊那些手機的話，你就會到你的 Google Play 店裡面去下載。好，因為這邊我沒有電話可以給你看，我就用那個 PPT 給你們看。好，那我們先等一下回去 PPT。依度係用一個 Android 嘅下載嘅。示範，不過如果是用蘋果手機是都差不多一樣的，不過是可能有些圖案就不一樣了。好了，那下載之後呢，第一個網頁就是這個 Kono， 這個 Kono Library 你會看到在這裡是英文的，一下載全部都是英文的，不過我們可以變回中文。 OK， 好，下載之後呢就會看到這個了。Welcome to Kono Library， 這裡就會問你了，你依個圖書館係屬於咩圖書館咧？你係台灣學校圖書館啊，台灣公立圖書館啊，台灣商業圖書館啊，咁啊呢啲全部都唔係，我哋就係依個第四個啦。US Libraries 美國嘅圖書館。
咁咧，美國圖書館之後咧，就依度要你要同 Conno 依個 A P P 講你邊一個歸屬嘅圖書館啦。你就講我係依個三藩市圖書館啦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咁之後咧，佢就會叫你去登入或者創立一個帳户啦，喺度 log in。咁頭先你個圖書證咧就要喺度輸入啦。通常你圖書證都係2123開頭嘅，依度就打入你嘅密碼啦。通常用四位數字。好，那講解一下我們這個。你下载之后呢，哈，这边就会你会看到这边 Conno Library 这个页，然后第二，对你到这边，他会跟你去说，好，你到底是哪一个图书馆呢？因为 Conno 这个软体是台湾做的，所以他会先问你，你是台湾公立图书馆吗？台湾学校图书馆也不是，台湾公立图书馆也不是，台湾商业图书馆也不是，所以这三个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这边在美国，我们就按这个美国图书馆。好，到美国图书馆呢，他会就问你，哦，你到底是归属哪一个美国图书馆呢？那我们这边就是这个旧金山图书馆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好，之后呢，你就到下一页，你就会看到这边 log in 或是登入。或是会写那个创立新账户 create account， 但是都差不多这个样子。你就把你的图书证号码输入在这边，开头是21223，然后 password 你的密码就是应该是四个数字。好了，那到下一页，你就会看到另外这些了，对不对？好，登入之后呢，好，登入之后，赶快讲到完先。登入之後咧，就見到依度啦。登入之後就寫 welcome 啦，然後就依度就係一堆中文啦，一堆英文啦。就 my man 嘅時就我的雜誌，我睇緊啲書啊，喺曬度啦。咁教你點樣轉翻中文咧，就係咁依個 language settings 去翻依個地球。好似頭先我哋網頁去又係去依個地球，係咪啊？好啦，我哋就撳依個地球，咁就依個就向依個就會出現噶啦。咁就隨你揀，你想揀。繁體字中文啊，簡體字中文啊，英文啊，日文啊，韓文就得，隨你 ，OK， 好，好啦，咁就咁之後撳咗 OK 咧，就會變翻依個，就會變翻中文噶啦。所以下邊依度啦，譬如說依度就講啦，雜誌啊，宣探船，然後依個就以下載帳戶，依啲就會變。變回中文字的了。好，咁講解一下。好，那這邊你登入之後呢，你作為這邊都會是英文，對不對？那英文又是一堆英文，我們就把它變回去中文，好不好？就剛剛上我們那個網頁，我們到這個地球，就找這個地球，對不對？找這個地球，這邊是寫 language setting， 就是語言的設定。那到这边语音的设定的话，我们就按它之后，这个会出现，对不对？好，这个出现之后，它会给你再选，就跟那个网页一模一样哦。繁体字中文啊，简体字中文，英文啊，日文啊，韩文，你就按看你的，你要看繁体或者简体也可以，没关系，你就按它。然后按它之后呢，你这个 Conno 的 APP 就会变中文字，那下面这边会变中文字的。杂志啊，搜寻，已下载，然后账户，好了，咁然后这边你这边就会变成中文。好，比如说你要看杂志或是找的东西，你就可以打这个，搜寻资料的东西，在这边上面你就可以打，比如说你要找励志的东西，你就打励志，或许你要找一个杂志的，所以等一下。励志的话，他会找所有杂志里面的文章里面有励志这两个字出现。或许比如说你要找一本杂志，你知道杂志的名字也可以在这边打。比如说或许你要找一个明星，你想只看一个明星的东西，你就打这个明星的名字来进去，你就看到所有这个明星出现的杂志的文章。好了，咁呢度讲解一下，如果系搜寻嘅话，你就依度可以打，譬如我依度打得例子啦，你就可以打，佢就会喺所有嘅文章入边揾出依两个字例子，譬如如果你想揾一个明星，你可以打一个明星嘅名又得，咁佢
揾所有呢啲中文雜誌，出現呢個明星嘅名嘅文章就會全部出嚟噶啦。或者你知道你想睇邊一個中文雜誌嘅話，你知道中文雜誌嘅名字，你就依度打出嚟就得，佢就揾翻嗰本中文雜誌俾你噶啦。好，下一頁。好，咁就講完我哋呢個 corner 啦。不過依度要同大家澄清一下，如果你哋下載 A P P 咧，要我而家俾你哋睇啊。OK， 好，澄清一下，如果你要下載這個 A P P， 你要下載對的 A P P 哦，我跟你說。好，到这边 App Store， no libraries。好，如果你系用苹果嘅，记得你哋系要下载依个咖啡色嘅，有个 case 喺你下边写 libraries，OK？、Okay? 因为依个系图书馆系免费提供嘅，因为咧。Conan 一樣的公司是會出這個綠色的 OK， 綠色這個是要付錢的，因為這裡圖書館你有圖書證都是免費的，所以下載一定要下載這個咖啡色下面是 Library 這個 OK。 好，那我跟你們講清楚一下，這邊如果你們是用蘋果電話或是蘋果手板電腦，一定要下載這個咖啡色的，咖啡色这边有一个 K， 下面写有英文字写 libraries， 因为这个是图书馆所用的，所以都是免费有图书证。因为 Conno 这个公司，它也有出一个有付钱的版本，就是这个绿色这个。那我们不要按绿色这个，因为这个要付钱。我们要去用这个咖啡色这个，有个 K， 下面有一个 library， 这个都是免费的，所以你要按这个 OK。好，那我用那个 Play Store 去给你们看，等一下哦。我用一个用埋 Android 嗰个俾你哋睇 ，OK， 咁你就清楚一啲。好啦，呢度嗱，如果你系用 Google 即系 Android 电话嘅话，你记得系要揿呢个咖啡色 ，OK， 咖啡色，因为呢个绿色呢个咧系要俾钱嘅，呢个就唔系免费，呢个就系免费 ，OK， 记住啦，好。那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的话，你要记得下载这个咖啡色，这个下面有 library 这个字，绿色这个也是同一个公司，但是这个要付钱，所以不要下载这个，也可以下载了，但是这个要付钱了，这个是免费 ，OK， 这个要付钱 ，OK， 好，下一个就讲我哋呢个系龙源期刊网，呢度隔离知道问题啦。期刊 Dragon Source 呢个就系一个系我哋大陆嘅杂志网页，所以都系以简体字为主。好，那我们这边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龙源期刊网，简体、繁体、英文期刊 Dragon Source， 这个都是大陆出的网页，所以他们以简体为主。好，这边我就用这个。我们到这回去我们这个旧金山图书馆网页 sfpl.org， 好，一模一样哦。好，变成中文，然后到这个工具电子杂志，好，一模一样。去翻网页电子杂志呢度，咁我哋睇呢个啦，期刊 Chinese Magazines Dragon Source。在中国发行了200本最新的流行中文杂志，提供繁体字或简体字。好，这里就说期刊 Chinese Magazine 在中国发行了200本最新的流行中文杂志，提供繁体字或简体字。好，我们就按它，对不对？好，按这里了，按这里就不一样了。我讲解一下这个期刊这个期刊网是没有提供 APP 的，所以是一定用电脑，或者你可以用手板电脑，也可以用电话去看的，不过是没有 APP 的，你要用你的浏览器去看。好了，陈先我说一说，这个期刊网是没有 APP，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可以用电脑看，如果你真的用手机或手板电脑去看的话，你就要到你的浏览器去看，没有 APP 可以下载。好，
这里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旧金山市立图书馆，然后这边就会把杂志封面放在这边给你看，对不对？这个有另外有一个另外不一样的地方，会比较清楚一点。好了，有一个地方系唔一样，可以比较清楚一点。不过同你讲啦，呢度繁体字，如果睇繁体字，咁呢度繁体字啦。簡體字就咁，呢度繁體簡體字啦。咁我哋頭先用咗繁體，你而家用簡體字 ，OK？ 咁就等等先啦。依家下載緊，有啲慢，等等先啦。依個唔係，依係 Conio。好啦，咁慢嘅，好翻返去先。好啦，依個係用緊簡體字。好了，因为这里都是简体字。好了，好，我们这边用简体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用繁体字，我们先是用简体字吧。好，比如说你要看一本书，在这里你可以去这边有分类，对不对？给你分类啦。哎，没有，这个不是分类，这个是杂志的文字名字。然后这边如果你要按字母的话，你比如说你知道它的汉语拼音，你就可以按它的字母，比如说。这边都是呀 ，Beijing Review B 字头的，对不对？或者是个八小时以外，百家讲坛，反正都是 B 的汉语拼音，你就按这个 B 会把它找出来。不然的话，你就可以这边看也可以，或者在这边搜寻也可以。好了，那比如说好了，咁呢度可以嗱点样睇杂志咧？呢度就可以睇呢度杂志名。呢、这个就要按汉语、国语、汉语拼音去揾啦。头先我讲有 B 音咧，呢、这个 B 音就有一个 Beijing Review 啦。如果系有呢、这个八小时以外啦，百家讲坛啦，用呢个汉语拼音嘅 B 音去列出嚟嘅。OK， 好，这边就是阅读排行，就是阅读者看哪一几本是最有人最多看的啊？这样情感读本。然后第二就是故事会，第三就是短篇小说。好，呢度就系阅读排行啦。感情读本品，故事会、短篇小说、上海故事。好啦，譬如嗱，呢度我想讲咧吓，你揿一揿，譬如我哋揿一揿呢个啦。头先讲呢度故事会系咪？故事会又系排行榜，我哋揿呢个啦。故事会咁样去。佢就会开呢个故事会杂志啦。咁咧，譬如啦，呢、这个咧就可以咁呢、这个有几个题可以方法睇嘅。呢、这个系本刊文本版，本刊网期，我哋揿呢个先，睇呢个先。好啦，咁就到下边呢度啦。灭灯才能找到光，我哋揿一揿佢。咁咧就佢就會以依、这個以依個文以依個文章電腦睇嘅文章就冇唔會有咁多圖案俾你睇嘅，就依度列出嚟俾你啦。好啦，咁我就講一講。好，譬如說啊，依度啊，如果你撳大字可以變翻大字啦，大字啦。小字變翻細啲啦啲字。如果要打印打印等頁真文。如果你列印出嚟咧，就撳呢個就得，佢就會開一個俾你列印嘅，咁就慳翻一啲彩色旁邊嗰啲冇嗰啲廣告啦，咁就依度可以列印啦。好，咁喺翻依度，如果你撳呢個咧，就係睇翻舊嗰啲噶。不過我想睇俾你睇另一個，有兩個方法去睇嘅。啊，等一下，我先講中國語一下。好，比如說這個的話，故事會，你按這個本刊本文版。你就会看这边，比如说这个灭灯才能找到光，你按它的话，这边就会变一堆中文，对不对？这边会比较好，容易看，因为这边都是这样子排列出来给你看。这边你可以按大小，大中小，这边变大字一下，这边你按小的话，这边会变小字。如果你把它连印出来或者打印出来，你按这个打印，就会把旁边那些东西去掉，只有这个文章。当然是我要给你看另外一个，因为他会给你两个方法去看这个杂志。好了，我哋翻翻去呢度本，翻翻去呢度啦，好，翻翻去呢度。
譬如我哋揿一揿，头先我睇边个咧？我哋揿一个保健与生活，保健与生活嘛。哎呀，这个我要给你看另外一个方法去看，就像看我们用个 Kono。哦，好，这边有。好，刚刚我们比如说刚刚那个什么读书会那个杂志，对不对？只有这个本刊本文版，对不对？就这边，就像这个长健康更长寿，做一边这边就是，有一个图案，或者有一些没有图案，这边然后就变字，对不对？就这样子看。但这个杂志有提供两个方法去看它，对不对？刚刚那个没有，这边有这个本刊原貌版，你就按这个本刊原貌版，你按它的话，就跟你看杂志一模一样，对不对？好了，这边会把列出来内容，你按它，它就以每一个页给你去看。然后，等一下它下载哦。好了，咁讲解一下，如果头先呢个咧，头先我哋嗰个读书会嗰本杂志咧，就系有净系有一个本刊本刊文本版。不过咧，这个系有呢、这个保健与生活咧，系有另一个系叫本刊原貌版。咁呢个睇我哋杂志有冇想睇噶啦。好啦，咁就呢度会列出嚟啦。呢、这个内容咧就系、是、个杂志每一页都会咁样列出嚟俾你睇啦。咁我哋呢度就下载咗啦。好啦，呢度鼠标操作说明，叫你点样操作啦。好，这边就是一个封面啦，这边就是封面，对不对？好，这个尖嘴就往前。好，这个就跟我们看那个 Kono 一模一样，对不对？就把那个就跟看杂志一模一样。现在这个看法，现在有一点那个网络有一点慢。好，咁呢度就同我哋头先呢个 Kono 一样，系睇杂志，因为佢系一版版咁俾你睇嘅。咁就呢度就可以睇啦。头先就系封面啦，然后呢度就第二页，而家就下载紧啦。咁一样呢度下边就可以揿啦。如果要放大啊、缩细啊，又得。好，跟那个一模一样，这边可以放大，这边可以缩小。等这个下载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放大一下，因为现在它还在下载。哦，好了，等一下哦。好，等等一阵啦，而家网络有啲唔稳，我再下载下睇得唔得先。好啦，咁就到呢度啦。嗱，譬如到呢个网页对啊，嗱，放大咁，我哋咁放大啦。放大咧，佢就每一版或者每一边就会放大成页俾你睇噶。嗱，呢度高含量不美，这个是美字吗？好了，依度就系讲依度啦，依度就讲过啦，咁就去打开，打开就把整个版本，这整版一页的版，就把它放大给你看，这边好不好？那我们就缩小，就回去这个两页，缩细咧就会变翻两页噶啦 ，OK？ 咁譬如嗱，下一页我哋揿下一页啦，咁下一页俾你睇啦，放大，咁就可以咁样睇啦，所以咁样睇系同。用睇雜誌一模一樣嘅，不過咧，如果你想列印咧，就列印唔到一個啦。好似頭先你撳嗰個文本版就可以列印，方便啲啦。好啦，咁我哋依度就縮細之後啦，咁就依個就係我哋嘅龍源雜誌啦。依度你就可以撳啦。如果依版咧就係第十期，我哋撳啊，好。比如说这边下面你就看这边刚刚是今年的第四期，对不对？你可以按这边就变第九期，就是这一个杂志之前的，所以这个是说五月份，对不对？2021年五月，呢度就咁可以揿上一期、下一期就得啦。呢度就系今期啦，是第十期。呢度第十期咧就会讲应该系第十期又系2021年五月，不过呢个下半月。那上一期这边也有看到，这边这个是上一期的，也是五月份，但是这个五月份应该是上半月的话，看一看哦，这边是对，
2021年5月上半月看，放来给你们看哦。放大一下，放大给你们看这边。对，这边上一期的话就是2021年5月上半月刊，然后缩小一下回去，这个是第九期，回去第十期就是现在这一期哦。那这边就会说也是2021年，对不对？那这边我放大一下给你们看，放大。哦，他现在放大，好，现在有一点故障，他不放大，但是这边呢个就系2021年的下半期嘅，呢个就今次嘅周刊啦。好啦，咁呢度就讲紧我哋呢两个嘅电子杂志啦。好啦，咁就感谢你今日陪同我上呢堂课啦。好，那谢谢大家今天来陪同我上这一堂课，多谢大家，拜拜。